名将打饲主带着自家11公斤的胖猫咪游泳减肥，在饲主的鼓励之下，胖猫在水里奋力前进，它至少要瘦掉2公斤。影片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，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。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黄玉兰，祝您平安顺心，我们再会。